来，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组搭档闪亮登场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越战越勇。你好，杨帆哥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蔡碧安，大家可以叫王安安，今年23岁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Hello。大家好，我叫福金蜜，我是安安的妈妈，我今年46岁。欢迎欢迎，今天是母子搭档登台，但是今天的越战越勇呢，和往期还有点区别。我们今天是旅行专场，然后呢，每组嘉宾登台呢，都会带来他们特殊的旅行或者旅行推荐的方式。然后刚才看了这个短片啊，我觉得你们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跟团游。对对对对，对就是就是。我看就是好多人好热闹，嗯，而且我发现跟你们那个团就是好像都年龄偏大，对，这是什么老年跟团游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样的。是去年嘛，就是当时因为我毕业了，时间比较空闲，我爸妈他们都快50岁了，还没看过海，我就想的是带他们出去看一次海。但是我就是那种很懒的人，我就报了一个8天7夜的那个海南的旅行团，结果去的时候才发现，我是里面年龄最小的。第二小的是导游，43岁，第三小的是我妈，第四小的是我爸，里面最年轻的就是我们一家人，其他80%以上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平均年龄70岁以上，还有两个老年人都已经80多岁了。就我当时啊，怎么玩啊，这八天就是由于之前这个准备工作没做好，对，报了名了也退不了了，对，那玩就玩吧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说实话我跟团游经验不太多，也没跟过老年团，但我不知道就是亲身参与其中老年团有什么特点。哦，第一个就是累。我第一天哈就是6:30起床，因为和我同寝的是一个陈大爷，他早上6:30就把我拽起来，我那个时候还困得很，我说陈大爷干嘛，走起来吃早饭了，吃早饭了。然后第二天5:30起床，第三天是起得最早的4:30，就是我在大学军训的时候我都没起那么早过。然后本来就起得够早了嘛，然后大爷们还在车上唱歌，我本来想的是可以在车上眯一会儿睡个觉啊，结果一上车过个半个小时，你整个车就不停地唱歌，大合唱，对，而且还拉着我一起唱，因为我是里面唯一一个年轻的。那你们歌路是一个风格的吗？对，一个风格，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就和他们一起唱。说你还是适合老年团。我看那个视频，我以为他是导游呢。那你怎么老组织人家拍视频呢？就是因为老年人们他对手机不是用的不太习惯，然后因为我年轻人嘛，用手机记录的时候就会多一点，所以我到了一个地方，我就会开开心心的带着他们拍视频，然后他们也是很喜欢入镜的那种，就只要你把手机举进来，不管他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，他只要这张脸进去，然后牙口笑开，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对，而且跟这个老年朋友一起出去，应该就是拍照工作还是蛮辛苦的。对对对，很辛苦。到哪都是，到景点要打卡。对，然后有些阿姨到了一个地方嘛，她旁边其实没人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我这摆姿势谁来给我拍呢？”然后又没有人，就我一个人在旁边。我说：“来，娘娘，我给你拍，我给你拍。”不是你做晚辈的拍，那还要谁拍呢？对对对对对，他们的旅游方式其实是很潇洒的那种，到了一个地方我就拍，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，很洒脱，很潇洒。拍照的那个动作呀，哈，都是举丝巾，然后扶树枝。然后这样站着这样笑，我就想是不是全国的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统一的拍照姿势，所以拍来拍去这几个动作你也学会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，就老年人出去就好像过去就物资没有那么发达嘛，总怕吃不饱穿不暖，对吧，对，会多带好多的衣服，也会带好多的干粮，对，对吧？这个就是又一个暖心的点了。一到了之后，阿姨们就会把自己的各种下饭菜拿出来，来，安安多吃点，多吃点，你长身体，安安你多吃点。然后还有一个婆婆，她从第一天带的鸡爪一直没舍得吃，等到第三天早上了，然后拿出来给我吃。可是你知道海南的天气又很大，那个鸡爪已经馊了，但是我就试了一口，我觉得有味道，我就直接一硬着头皮就把它吃下去了。然后我说，啊，谢谢婆婆，谢谢婆婆，就真的很暖心，他们会一直想着你。所以从最开始一不小心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老年团当中，可能最开始会有一些不理解不适应，到好像玩来玩去就融入到一起了，真的那些你得叫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，爷爷奶奶真的特别喜欢你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你也很享受和他们相处的这段时光。嗯，比如说刚才你讲到了吃、对、穿、拍照，他们都会很好的照顾你。然后我觉得可能一个团当中啊，尤其是现代的旅行，
还真少不了年轻人。嗯，就刚才讲到这个手机，你到哪去注册个会员呢？对，对吧？你扫个码，然后你要什么付个款啊？嗯，要没有这么个小伙，对，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，还真的很麻烦。我们当时出去嘛，因为你的手机上，它有些地方会要查看你的个人信息，但是他们老年人有些用的棒棒机没办法，就只有绑在我们的那个名下，全团30多个人。一个人可以绑10个，我绑了一个，我们的全陪绑了一个，导游绑了一个，就刚好把全团人绑完了。然后到了这个地方，那10个老年人都会过来围着你，啊啊，我们排好队了啊，就等着你把那个信息拿出来去给他核验。虽然他们出去玩不是那么的方便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的。有你在，他们觉得特别的安心，对吧？这个安安这个名字没白起。大家都叫他叫小福星，然后就是有他在的话，帮着带着那个帮那个导游姐姐解决了不少的问题。然后那个团里那些叔叔阿姨们整天就夸他，就说啊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有没有女朋友啊？就想着给他介绍女朋友。然后有一个爷爷说，要不是我家的孙女小的话，我一定介绍给你。他说你这小伙真的太棒了。所以在和这些老年朋友相处的时候，这个老年朋友会感觉到真的像自己家的晚辈在身边一样。要为什么说现在人都一年一定要花一个时间，然后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一下？对，这个就是他什么呢？虽然花了钱哈，消费了，但是他换来的是一个好的心情，是一家人一起休闲放松和治愈的过程。对，老年人是很渴望出去旅行的，他们前大半辈子都是为了儿女在打拼，老了之后能有机会出去，肯定想多出去走走。就之前我们出去，有些老年人他腿脚都已经不方便了，然后还有一个婆婆是高度近视，一直挽着她的那个老公走，然后当时我还以为他们是很恩爱，我说为什么要一直挽着手走，结果是因为婆婆的眼睛不方便，必须要挽着才能走。然后还有就是老年人，我们不是一起去免税店吗？然后到了那个店里面去的时候，就有一些东西还是蛮贵的嘛，但是那个爷爷就很想买给他的孙女，就不用管价格，就说让我给他推荐几款。因为就是他们在这次玩的时候也是很节约的，就是平时都是比较舍不得的，但是对自己的家人，对自己的子孙就非常的大方，直接就买回去了，所以真的很暖心。所以我觉得晚辈应该还是得多花花时间陪一下自己家里的老年人。妈妈那次玩的也应该很开心，对吧？是的，非常开心。那玩完之后上瘾了怎么办？上瘾了，然后，我妈去年就是比较闲嘛，然后今年开始我就给她找个事儿做，我就给出了一点钱，让她和我去年的那个导游一起开了个旅行社。这儿子多好，给妈妈投资开了一个旅行社。妈妈，你不是喜欢旅行吗？我给你开个旅行社。哇，对。太了不起了！这么一说，我和关凌就放心了。等再过几年，我们退休的时候，就可以让安安来带队，对不对？他一定留个电话。好的，关凌老师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社呢？经营什么线路呢？主要就是经营老年团，然后我们的首发团就是选择了北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我的爸爸都70多岁了，他就一直就说什么时候你们带我去北京啊，所以说我们就有首发团选择的是北京。所以自己的旅行团自己组织的线路一定是就是老爸也能够，对，带上了我外公还有我七姑婆八姑婆，对，基本上都一起来了北京，他们都非常开心。因为老年人心里都有一个北京情节，想去自己的首都看一下，要到天安门广场，对，一定要去看看毛主席，对对，就是这样的。看看升旗，说得太好了。就是以前对老年团好像没有这样特殊的情感，听你们一讲，我觉得是一个老年团，一个宣传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。很多年轻的朋友以后没准都主动要报名参加这个老年团。对，咱俩一块携手报正合适。哎，总结一下讲这么多，你记住没有啊？参加老年团几个好处？这个早睡早起，能唱歌，展现我们的才艺。到点拍照，兜里有那个下饭菜各种酱。对。每天旅行的时间就是你会感觉很长，要不然年轻人大把时间都浪费在酒店了。要自助行的话，竟有在酒店睡懒觉的，把早餐也错过了，然后把上午时间也摸过了。早睡早起每天。哎，对，而且你这一天显得特别长，你玩回本了，交的钱都是一样的。对，所以啥也不说了，胡姐，你们下一个团到哪去住？贵州，参不参加吗？一起出发。我们去避暑，去贵州。等等，出发之前咱们能不能先把题打一打？对对对，都忘了还要答题呢。好，那接下来进入你们的第一关，各个击破。有请出题官求宝。请听题，宋朝时建造了中国第一座跨海大桥，是位于福建省泉州的洛阳桥。
当时采用了世界首个生物学固桥方式。请问使用了以下哪个选项的海洋生物？海星、牡蛎、扇贝、螃蟹、海参。我们想象一下，会用到哪种生物来帮忙在海中加固桥梁？这个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排除法吧，那个螃蟹和海星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它肯定是很黏固的。那个是不是就是生蚝啊？那就是生蚝了吗？他问我是不是生蚝，我就回答应该就是生蚝，因为它是粘性嘛，肯定。我也觉得是。你觉得是？我问你了吗？仅代表个人观点。我参考关凌姐姐的观点，不要听关凌的啊。关凌她说她爱吃什么。我要给你指挥错了，待会儿晚上你就跟我去烤生蚝去。好 ，OK， 那我就得选这个，我一定得选这个了。来吧，三。二一，啊！哇！耶！哈哈哈！弹出来了吗，妈？你要不拿裙子？哦，不行！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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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秋宝，为什么是生蚝呢？利用牡蛎的石灰质贝壳附在石块间繁殖生长的习性，在石堤附近海域中和桥墩砌石之间繁殖大量牡蛎，把易于散失的桥基石和桥墩石交合凝结成牢固的整体。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啊！好，给你们加上一分。呀呀呀呀！接下来请听下一题。请听题，我们去西藏旅游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三站三坛的饮酒礼仪。请问，需要用到右手的哪根手指蘸酒，表示对天地和主人的感谢？大拇指、中指、小拇指、无名指、食指。咦，哦，我去过西藏旅行，对，我之前坐那个绿皮火车去的，硬座直达拉萨，坐了几天？坐了两天。我选无名指，就是无名指，是因为无名指是代表干净圣洁，我记得他们会这样敬天敬地，好像是，应该是无名指，我觉得应该是无名指。无名指就是无名指，就是无名指吗？对。好，无名指是正确答案吗？三二一。哦耶，哇，哈哈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还有机会呢吗？这样的吗？妈，这样这样，你记得啊，这样哈，直接扣脸上嘛，没关系的。好，给你们加上一分，加油妈哈，不要灰心哈。好，来，请听下一题。请听题，根据科学研究显示，坐车过程中经过减速带后，突然发现肚子疼痛。有可能患有以下哪种疾病？中耳炎、阑尾炎、肠胃炎、胰腺炎还是心肌炎？肠胃。肠胃炎。从你们两个人啊，那个迷离的眼神当中，我很欣慰，说明你们俩身体都很健康。周围也没人得这病。对。应该是阑尾。对，因为你肠胃炎，你随时都可以痛啊。算，我选个难一点的，我觉得阑尾炎好像比肠胃要难一点，要难一点，我选阑尾炎，相信我妈，就阑尾，是阑尾炎吗？三二一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哎呀，终于抱着一个了，我落了，这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！哇，这个球真的有点难接。刚才谁呀在那儿？直接扣脸上嘛，没关系的。来，请球包给我们解释一下。因为患有阑尾炎的人，腹部比正常人敏感，当车子经过减速带或颠簸路段，导致腹部震动，就会引起
腹部疼痛。那这真是学到了。好，那刚才这道题呢，大姐接到了一个答案球，为你们再加一分。接下来请听下一题。下列城市道路名中重复使用最多的是哪一个？解放路、迎宾路、青年路、建设路、和平路。和平吧，应该是解放。和平，解放，和平太多了。解放，我觉得应该是建设。那解放呢？解放路呢？要不你站解放，我站建设。好，那我就站这边。你那个太靠边了，要不你站迎宾路吧。那还不如青年路，我觉得。啊，那你站中间。这，我觉得是我就站这边。嗯。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？三、二、一。哎呦，哎呦，是建设。请宝儿给我们介绍一下。报告显示，全国城市内道路中重名率最高的是人民路和建设路，均有129座城市采用。好，为你们再加一分。现在你们的成绩是4分，所以只要再接到一个答案球啊，就可以晋级了，加油好吗？来，请听第一关的最后一题。请先看一张图片，图片中的城市布局独特，也被叫做八卦城，请问在八卦城旅游的时候最有可能吃到下列哪种地道的美食？肉夹馍、热干面、驴肉火烧、烤鸭、羊肉串。羊肉串呀，肯定是。啊，这也太简单了。哎呀，看似那么简单，就一定是这个答案吗？嗯，新疆出了羊肉串，不可能是烤鸭北京的，肉夹馍陕西的，热干面武汉的。哎呀，今天这期看的我真是食欲大增啊，我的饥饿基因都出来了。哎呀，我现在主要是这个球啊，妈妈。羊肉串是正确答案吗？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加着两个球，来看看你们球池的变化。祝贺你们获得了6个答案球。耶！怎么样，关凌？缓过来点没？我看一答题你就饿。这定是好吃的。关凌最爱吃什么？你是爱吃北京菜吗？不是，我爱吃点那个什么羊肉串啊，什么那肉夹馍呀，得有的呗。哎，得有点干货在里边。哎，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城市的变化哈，因为大家这个各地的朋友这个往来的频次变多之后，这个美食好像就变得就是越来越普遍了，普遍了。嗯，就你可以在不同的城市吃到家乡的美味。嗯，但仿佛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吃的，养一方吃货。哎，你发现了没有？比如说哈，烤鸭，你到其他城市吃，它就不是北京那个味儿。对，比如说肉夹馍。哎，你去那个陕西当地吃，跟你在北京的某个摊上买，那绝对就不是一个味儿。所以它一定是那方水土做出来的才是最正宗的。想吃到最地道的，还是要到当地去感受。所以我们这一期呢，不仅是旅游推荐的专题的节目，也是美食寻根之旅。哎呀妈！好，那接下来进入你们的第二关，叫做奖品追逐战。雷，正确。腿，正确。点球，正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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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棒，特别棒，对吧？第一件事呢，我们还是来看一下6个答案球掉落到舞台上分布在哪里。然后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七格是目前的好成绩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了。180秒钟倒计时开始。请听题。招财猫右手晃动寓意招财，左手晃动代表着什么？招金币，招金币，招财运，招财运。错误。招运气。错误。过过过过。招人。哇。维生素 A 又叫什么？过。维生素钾。居里夫妇发现了钋元素。正确。螳螂的耳朵长在什么部位上？腿。正确。考拉的粪便是什么形状的？那个圆形。错误。长方形。错误。正方形。正确。
三味书屋是哪个著名作家？鲁迅。鲁迅。正确。足球比赛中，当加时赛结束，双方仍然平局的情况下，会通过什么来一决胜负？点球。正确。古代会把考中状元的人称为什么星下凡？文曲星。正确。蟠桃会是神话传说中庆祝哪位神仙诞辰的聚会？玉皇大帝。错误。赤脚大仙。错误。过。王母娘娘。哦，对，王母娘娘。对。吉娜·爱丽丝是我国哪位钢琴演奏家的妻子？朗朗。正确。一场完整的足球比赛常规时间有多少分钟？90分钟。正确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是王勃在哪座名楼上观看到的景色？鹳雀楼。错误。过。滕王阁。哦，滕王阁。在我国古代被称为皮肤的是哪种昆虫？过。蚂蚁。热门歌曲《万江》的原唱是哪位歌手？李玉刚。正确。饮冰室合集是哪位近代思想家著作的合集？过。梁启超。巴甫洛夫通过训练哪种动物完成了条件反射实验？过。狗。我国古代常用哪种飞鸟来表达长寿的美好寓意？仙鹤。正确。俄式饮料格瓦斯使用哪种东西发酵而成？小麦。错误。麦芽。错误。水稻。时间到。面包。水稻发酵的是米酒，麦芽发酵的是啤酒。对对对，但是相当不错了，反应很快，而且知识储备情况不错。先说你们的总成绩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走到了第10个，你们可以拿走4份礼物，来庆祝一下。耶耶，特别棒，对吧？真棒。但我就说这题其实还蛮难的，需要两个人配合，然后相互补充。但是我都不知道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孩儿他妈是不是从头到尾没说话呀？我妈的盲区比较大，但是反正跟随的脚步没有掉队。对，说明什么？孩子长大了，孩子很优秀。好啊，咱们这样先看看你们可以获得4份什么样的礼物。首先呢，祝贺你们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正宗山西老陈醋6度礼盒，紫林好醋，厚爱家人。好，另外还有早餐机、蓝牙音箱和电热锅。第二关的成绩不错啊，走到了第10个，所以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的冠军队。好，好，加油，不要离开我们的现场。谢谢杨帆哥，再见，拜拜，冠军姐。